刚才我后肩膀那边，右后肩膀突然痛了一下，原来一根棒棒，这边碰了我一下啊，碰了我一下啊，碰了我一下啊，告诉我啊，告诉我今天那个，洛杉矶这边呢，今天呢有那个，我们说的一个接一个的飞碟那个飞碟在中国这边啊，中国那边他会来一下子，到我洛杉矶这边来一下子。来的时候会下雨短暂的下雨下雨的时候，短暂下雨的时候就是飞碟来了这个天气预报上不一定有那个雨啊，因为那个是突然来的那没办法预报的是会有雨会下雨那个时候就飞碟来了飞碟来的时候，也不一定，一般的人也不一定看得见反正就告诉我有这么一个事来的时候。会让我知道一个风，一个风，另外一个，一个是风，另外一个是雨，本来呢想短暂的停留，停一下电，现在发现我电脑上在做事情呢，那停电就短暂停电就，这个就不操作了反正让我知道有这么这个事好，那我知道了知道了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